无人来入。一次东西值得中心信仰，是天子挑人之道。新的歌谣啊，领袖稳定的时刻到了，不义之人啊，不幸的时刻来临了。心智是心智先进了。万物拢在神的照看之下，顶起的日光。那孝容君就在众人面前受神一拜。全国天教神主亲临，孝容君必从神主相得，这张幸福将是如何？